你开太快，可是要右转，要右转，再右转是不是？对，要生气。哎、欸，好，对，我要生气。哎、欸，你一进过了，你太晚讲了啦。好了，不要生气。好，不要生气。这哪有啊？怎么了？撒娇。baby， 这里要右转，右转啊！你看，这样要加二十分的啦。好，你先不要再念了，好不好？让我好好专心开，好不好？一定要听我的话啊！哈，自己加速，黄灯赶快过啊！这红灯久哎、欸。我真的很讨厌、我也会，你也会这样，就是哎、欸，您干嘛不让人家走先走啊？所以你私底下都扮演女生的角色，对，好像是哎、欸，因为 我可以理解他們。你先去一趟泰国要不要？变性是不是？这样你也不用考驾照、欸。那丰田，你会指挥人家停车吗？比如说他倒车，或者是他停路边，你说哎、欸，你这边要再打两圈？那他不敢啊。这个他只要说打你个头，你驾照没考上，打两圈打麻将哦你。请问一下，你们为什么要指挥我们男人开车？其实有时候不是指挥，想说帮忙看一下路而已。我之前有遇过一次，就是一样是男朋友，然后可是我很不会看导航，是，可是他又要我帮他看导航，所以这个不是我的错的，所以我就帮他看了。但是因为他车速太快了，所以可能导航过了一个路口之后，他要重新定位。然后才可以再就是指引下。导航有时候会 delay。对，有。然后他可能就超过了，然后我就说，哎、欸，可是超过了，我也怕他生气，然后就常常为了导航这种事情吵架。你后来跟着男朋友应该没有在一起很久、哦，我们就分手了。对，哪这么容易生气？这样也要生气，那样子、啊、导航也要生气，你要撒娇啦。我还蛮会撒娇的。哎呀，错过那个路口就是来你过去干嘛？我男朋友，然后对，现在我假装开车嘛。对，你要坐哪里？你要坐哪里？你要坐这，你坐这那个、啊。假装那个车子的，哎，现在哎，就是那个下一个红绿灯要左转还是右转？右转，哎，再一个，嗯，你开太快，可是要右转，再右转是不是？对，要生气，哎，好，对，我要生气，要生气，哎，你一进过了，你太晚讲了啦，好了，不要生气，好，不要生气。这哪有啊？怎么了？好撒娇！你就是要来爆的，对啊，只是我们这样可以纯情，对，纯情，就可能语气会比较柔一点，就是他就不会这么生气了。还是说简雪雪，你不要生气，我简雪雪。叫什么雪雪？小猪。我就是那种非常爱讲话的人，所以我坐在副驾驶座，我会陪那驾驶就一直讲。我最厉害就是从台北一路讲到嘉义。我天啊！哇，不停，然后大家一下车之后说：“哦，终于还我一个宁静。”就整车的人都说：“哦，终于还我们一个宁静。”开车不说话，有时候是一种美德，真的吗？因为我们在欣赏，就是很沿路的风景或者什么，你一直讲话很干扰，他会介绍嘛，沿路介绍，尤其是他们起的这个话题都很无聊，对不对？哎，一棵树。两棵树，三棵，是这样啊，太无聊，这样啊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因为你起点很无聊，那我们在开车，比如说，如果不是在开车，我们还可以有很多理由啊。那你等一下，我去拿杯水什么。嗯。你开车就定在那里，他就讲啊，对啊，哎，是啊，哎，哦，对，很烦，你知道吗？还好吧。陪伴他耶。如果说你从台北讲到嘉义，对，你房间是不是很乱？那就对了。高明女士，开车的时候我会帮人家看有没有那个车速照相，很重要吧？这个不错，这个好。哎，可是那很快，你都会看到前面有车速照相那个。就踩急刹的时候，可能就来不及。你说有车速照相已经被拍了，拍车速，不是，他是这样闪灯，哎，闪灯哎，所以车速照相哎。他说：“那下一个，我知道，事后再讲，你测速。”耶。哇塞！不过你这个是好的啦，但是就是说有些人是这样，有些人他帮你看很好，他会这样看，照相，会不会太大力？真的会吓到，死会先死掉，会完掉。对，要冷静。你怎么了？我就是要下交流道的时候，就是有时候他真的跑太慢了，然后我就会想，谁跑太慢？Google 啊，Google， 我会比量跑太慢，然后我就说，好像是这边，哎，不对，然后他们就会卡在中间，不知道要不要下，然后又得意，你怎么得意？对啊，因为不是我的错啊，然后我有点左右部分，我有点左右部分，所以我都会那个前面左转，其实右转，前面左转，然后比这边这样，对，然后有一次就这样子，因为我们要去台南，就有开到高雄。然后又乡间小路讯号又不好，不知道怎么回来，很可怕。没路也。
哦，什么？还好啦，那是 Google 的问题，不是我。你怎么一人分饰两角，分饰的这么开心？那真的还好。还安慰自己。请问一下，你有定时的有？就是去宫庙走一走，我觉得你试试。你现在把塑料袋开成黑狗了，你现在又开到墓园了，你这个恐怖。不过我问你们啊，就是当你旁边的人犯这些错误的时候，你们会怎么处理？好好的跟他讲说，先好好讲，可以让我就是安安静静的开车。就是比如说我最讨厌一直讲话，一直讲话，我就会说你可以安静，就是让我好好不讲话会想睡觉，睡觉又不行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要我们怎样？睡觉睡觉可以啊，你不要把脚放上去就好了。对啊，就会换姿势会麻。那椅背是可以拉到很后面，后面啊，你可以躺好。什么车啊？刚刚拍的那台，我脚真的没办法。有很多可以看的地方，哇，好多哦，你下巴。对，下巴也是，下巴厉害，嘴唇也是，嘴唇也不错，嘴唇，脖子，哦，痣哦，那两颗，哇哇，痣，那两颗痣，哎，专治我们的，但又有那个衣服的那个皱纹，锁骨，黄金折数都要，哦，指甲，哎呀，刚摸呢，哎，哇，有，哎呀，切，走出来的时候你手这样，我们以为这是浴巾，对，很像浴巾，洗完澡快掉了，因为这个材质，对，它有点容易滑下来这样子。所以他要表现的是滑下来。哎，请问你是星座是？我是天秤座。天秤座，那你刚刚要表现的是哪里？我的锁骨刚刚有猜对。有，哎呦哎呦，要不然我多懂你。可是运哥，他从脖子一直到手背也是，他的脖子长啊，女生一般脖子长。一定是更性感啊，但不能过长，过长颈族，长颈族 long neck， 英文，他要讲，他长短恰如其分。请问一下，男人必杀姿势是什么？哎呦，侧面的 S 曲线。哦，这是怎么样？哎呦，真的 S， 哎呦，真的很像浴巾，真的很像浴巾，转一圈好不好？来，转一圈也来。哎，宇轩侧面很来来，刚刚的，预备，气，哎呦，两个一起，两个一起，两个对凹，哇，你怎么可以冷落？阿乐，三凹，预备，三凹，预备，好，预备，气。买单，哇，买单，你要买单，买去哪？你要买单，各位观众，刚刚这一段我们 round down 是没有，是我小弟个人纯招待。